球出界3-0，开局还是不错，3-0。突击好球，上手劈对角得分，4-0。好球，这个出手非常快。八进四的时候对荷兰也出现了遇到了困难，然后经历失败之后，现在要调整心态，然后面对后面的两场比赛，我觉得对于都有就是得到锻炼，而且体现出来，特别后两场体现出来他这种调节的能力。是双方形成一个多拍，好球，滑板吊直线，接吊球不错，反击。那些优势体现不出来，但是刚才因为谢云芳的出球不够，质量不够，所以让对方有了这种出击的点。半场球，这球杀球的球，看起来主场在一开始给他一些压力，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，慢慢的也找到了感觉。哇，漂亮！好球，谢云芳防守非常顽强。多克里斯还是压对方头顶放网踢掉。之前可能是因为准备不足，或者是困难准备没有想的这么多，所以在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可能压迫感非常强。现在打美球得分制，不是要短时间之内马上找到解决的办法，也挺难的。是因为本身对手就不弱，是水平有相当高水平的，那大家都是16-8，谢霆锋还是领先比较多。好球，好球，漂亮。对方接发球失误，21-8，让谢霆锋先赢了第一局。第二局比赛开始了，这个反球没有拉到位，这个多拍之后克里斯汀，但是很多对手以前还都是中国，像徐怀文啊、皮鸿燕啊，曾经也都是国家队的队员，也没关系。好球，你擦网，谢霆锋接的也很漂亮，你擦
吹得不够厚。漂亮。好球，漂亮。他都是比较被动性的进攻。好球，这个球谢霆锋是转身。哎呦，这球，他这个选择推得太平了，角度还是差一分。谢霆锋，范长秋，好球，漂亮，这个手腕上，这个接杀超对角还是比较漂亮。哇，好球，长点，局势稳住，而且现场主场这个热情爆发不出来。假设他如果是翻船的话，啊，可能对中国队后面的压力会更大一点，容易让主队的气势打起来。对。哇，漂亮，哦，漂亮，哎呀，这个球谢霆锋的反手搓网前已经是一个滚网球了，没想到克里斯汀其实这个球也就是救一下，尽力去够一下，但是这个球刚好过来，造成谢霆锋的失误。谢霆锋没想到这球刚好还给救过来了。再推，好球，机会，半场球，杀直线。谢霆锋21-15，要拿下了第二局。那在今天这场尤伯杯决赛的争夺里面，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的第一场，世界排名第一的两届世锦赛冠军谢霆锋不负众望。